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魔兽英雄传，这一期继续传奇之路，讲一下在另一个层面上最为传奇的人类法师，或者说亡灵法师梅里东风。历史要从差不多3000年前开始，那是人类刚刚崛起，恰逢奎尔萨拉斯王国的高等精灵与阿玛尼巨魔开战，精灵们节节败退，为求生存不得不开始和人类接触并展开合作。精灵开始教导人类研习魔法，梅里东风作为最初受到精灵教导的魔法师之一，当年的资质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但就是在那最惨烈的巨魔之战中，梅里东风却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迫于危难把自己转化成为了亡灵继续存活。亡灵化之后的梅里继续参与着巨魔的战斗，直到阿玛尼巨魔被击溃，这也是人类历史有料可查的第一位亡灵。但他和天灾的亡灵完全不同，他的亡灵化近似木乃伊，所以他不属于被遗忘者。这场大战之后，人类开始有了达拉然这座魔法之城，也开始有了肯瑞托这样的魔法议会。自从人类学会了使用魔法，就开始滥用奥数法能的混乱，使得艾泽拉斯成为了恶魔们的向往之地。高等精灵和达拉人的高层决定成立提瑞斯法议会组织，训练最强的守护者来对付这些恶魔，梅里就是当初议会的创始人之一。第一代的守护者阿洛迪是梅里东风的学生，作为半精灵半人类的天才法师，直到最初的守护者漫画结束才真正意义上的认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和责任。在之后的千年里，尽管梅里的肉体成为了亡灵的躯壳，但是他依然谨记自己作为人类魔法师的尊严以及保护艾泽拉斯的使命，而成为了无数其他魔法师的典范。直到艾格文的出现，这位传说级别的天才女法师自视甚高，对梅里常常出言不逊，也不顾及提瑞斯法的命令，终于闹出了巨大的灾难。黑暗之门的开启，兽人军队势如破竹地攻向暴风城，暴风城国王莱恩也被半兽人加罗纳刺杀，提瑞斯法议会也几乎被萨格拉斯附身的麦迪文消灭。梅里东风那时候已经退居二线，在暮色森林隐居，以避免这一系列的斗争。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加罗纳的托孤之父让梅里再一次地陷入艾泽拉斯的斗争之中。但梅里却惊奇地发现，这个叫麦德安的孩子有着超强的潜能，有着作为守护者的天赋。他恪尽职守地做一个合格的奶爸，指导麦德安如何控制自己的强大力量，并教导他做人的基本道理。该来的命运都会到来，很快暮色森林掀起了血雨腥风，梅里东风重新加入了战斗。作为了一个修炼了几千年的魔法师，法力自然不会弱。在安琪拉之战中，他和瓦雷拉一起去拯救被目光邪教抓走的麦丹。尽管把麦丹救出，但瓦雷拉却被凯斯拉纳提尔附身。这个时候，梅里东风站了出来，提议让恶魔附身到自己身上拯救瓦雷拉。凯斯拉纳提尔这个酱油恐惧魔王立刻跳到了梅里东风身上，但这个恐惧魔王忘记了一点，在阿洛迪的时代，这位恐惧魔王就曾经被梅里他们那群魔法师给控制过，这一次又是一样的结果，恶魔被梅里压制住了，如同人助力一般，只是梅里的外观有了点抽风的感觉，所以他也经常自嘲似的叫自己梅里魔风。他的奥法之力长期用于禁锢恐惧魔王，在危难的战斗中就不得不借用恶魔之力，所以职业也渐渐的从法师转向了术士。但是梅里依然为了艾泽拉斯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重新组织了新的提瑞斯法议会。在安琪拉之战最关键的时刻，梅里把艾格温最后的生命能量传给了麦德安，自己也能量耗尽，身体里的恶魔逃出了控制，开始从扭曲虚空进入了艾泽拉斯。还好有吉安娜等人的魔法控制，恶魔的计谋没有得逞。通过大家的力量集合，麦德安终于打败了寇加尔，平息了这场战斗。梅里抱着艾格温的遗体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他觉得愧对大家的期待，认为自己不应该再出现在议会的周围，但也不希望放过凯斯拉纳提尔这个游荡的恶魔，再一次的把这个恐惧魔王吸入了自己的身体之内。在参加艾格温葬礼的时候，
梅里告别了麦德安，并劝告麦德安应该去外域跟随他的舅老爷学习圣光之道，而自己则打算和加罗纳一起清除暮光之锤这个巨大的威胁。这之后，我想他应该会以亡灵的形式继续活着吧，这样也挺好，好人一生平安。那这一期的魔兽英雄传就到这里结束了，还请多多订阅我，下一期再见哦。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可以扫描右边的二维码点击订阅，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页面搜索甘蓝 TV 几个字关注，获得第一时间的推送，还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甘蓝 TV 的官方频道，也是一样的哦。